找到。天父是的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赏赐圣灵，你差遣圣灵到我们当中，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。最后我们也知道圣灵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成为愿意的人，也帮助我们带出圣灵所赏赐给我们那个丰富的生命，那个有盼望的生命，有喜乐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有能力行出你要我们所行的，以至于我们有能力有那个恩典，我们愿意去付出，愿意来为主你所做这一切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在这个时间你召集我们到你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你，一起来感谢唱诗歌赞美你。我们也愿意再一次来聆听你差遣你的仆人对我们所传讲的讯息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有何等的福分，我们每一个礼拜可以在这里重新仰望你，重新被洗心革面。天父，我们也祈求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更多的非基督徒的朋友、同事、同学，以至于我们有机会来对他们传福音，帮助我们反省我们周围的人其实不是只有剩下基督徒，我们要走出这个教会的圈子，进到我们的社区里面，去看见那些被人所看为不配的，但是却被上帝所拣选的这一群人。那么我们也要学习，因为你曾经教我们祷告，你曾说要我们祷告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字。天父就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体会尊你的名，从孩子个人开始，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开始。天父也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在祷告说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是的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孩子的身上，孩子家里的身上，孩子所处的教会的身上。我们不是只有默念这样想的一句祷告，帮助我们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也愿意祈求，我们每天所用的饮食每天赐给我们，免我们在如同我们也免了别人的债，帮助我们愿意学习饶恕，饶恕不带任何理由，饶恕不带任何条件和价值的判断，来给老师，因为你就如同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用死饶恕一样，帮助我们不见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，就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为你受苦，但是让我们学习不是自讨苦吃，我们不是愿意去面对很多的苦难来彰显出我们的能力，而是我们愿意免去这些试探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享乐，来分享，来分享你的爱，因为这一切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。